你是要听歌，你是要看剧，你是要看拜卡，还是要看？看正常还是看无常的拢有？看妖怪，哎看山狗，所以首先要介绍这位哇，规白龙是好些吼。哎呦，蜂王家族在哪里？尖叫声在哪里？一起来欢迎姜志峰。赞啊，来来来，哎，阿姐哦，阮江永琪甲咱支持者吼，新人啊，哎呐，哎，阮台下顶是江志峰嘞，啊，我后面嘞吼免支持啊，安得啊，江太面，台顶卖插起来，台顶，哎，哦，拍摄拍摄，哦，哇，人家在敬水果，来哟来哟，水果，老师好，我高雄人啦。你是当时个歌手人啊？我住歌手乡、歌手村、歌手路、歌手巷，文现在因隔壁。歌手好，哎呀，啊你姓歌名手，我好难讲啊。是的，是的，哎，啊我姐姐哦，你家，阮江老师你家呢？对啊。啊你即摆是什么证？不是啊，歌手的名字啊，我送给大家，啊这都要送给阮主持人哈，你食较细粒嘞。啊啊你哈？可能是较大粒的哦。你偏得好。来，老师加钱。啊，结婚，结婚先的啦，真可靠，这个只好伊两粒。啊，我稍等呢，我好我的那个八点档女神可丽姐，八点档女神，我叫我八个姐嘞，可丽姐，哇，安尼得着。哎，拍拍摄拍摄，我这是什么情形啊？我注意，你今摆是什么情形？没事啊，啊，我今摆要带江永琪，江永琪，世间情演技员，啊，我世间情五集就死啊，非常。我知啦，结婚拢知啦，是讲你带新人来要安怎咩？啊，全力来耳朱奇，啊，唱歌、说学逗唱，哎，样样精通嘛。那个黑面先生是，现在目前呢，部队很完整，不缺人的。不行，我跟你讲，我洗完啊，结果洗掉之后，然后你洗完就洗掉，你洗完洗掉，吃掉，洗完掉不久了。嘿，结果李伟咧，个酸梅丢对不？所以。今仔日就来学习大家是怎么学什么？现在拍戏，今天好像小花婆，你接过来出行，你给我穿个皮皮啪啪。对哇，我就是学习你啊。安尼我了解了，后面这人，我江老师拍戏，不，这里的时间吼，啊后面这人是新嘛，是这种新人哦，以为呢，唔知会使再问到你的时间无？这当然没问题啊，因为项目歹看，做外面主上。是不是？